春秋快闪店开幕，欧阳娜娜，记者胡顺祥社。记者方慧宗台北报道，欧阳娜娜现身台北101购物中心 Can The Move 快闪店开幕活动，选穿同样复刻 Can The 经典的 Can The Memento 限量系列服饰，搭配 Can The Move 运动鞋，展现甜美又不失个性的运动风格，并亲身挑战快闪店设置的跳舞机。她自认不擅长跳舞，选择难度最简单仅一颗星的 PPAP， 没想到手脚依然是放不开，速度上演抓头、掩面等表情，虽然自评舞技零分，但凭着一股萌魅力已成功炒热快闪店气氛。坑走快闪店开幕，欧阳娜娜，记者胡顺祥社。Can The Move 系列运动鞋正式登台，即日起至11月12日独家亮相台北101快闪店，台湾限量引进280双，现货80双，快闪店一天下来已卖掉70双，预期又将一双难求，现货卖完只能以预购方式购买，约12月中旬到货。Can The Move 快闪店开幕，欧阳娜娜，中，记者胡顺祥社。